海面上两名泳客因为体力不支载浮载沉，游不到岸边，海巡获报到场救援。抓他们了。好，两名泳客抱着救生圈，而这一款遥控救生圈是海上救命的新利器。那因应最近夏日天气炎热，那戏水的民众也逐渐增多，消防局也配合救溺案件的增多呢，密集的针对遥控救生圈进行训练。炎炎夏日，戏水民众增多，连带溺水案件也变得多。基隆市消防局将无人机结合遥控救生圈，打造救难的新战力。消防局你好，我来救你了，不要惊慌，请依照指示行动。一旦发现溺水民众，无人机会向溺水者广播，再丢下救生背心，接着红色的救生圈就会及时而来，溺水者只要抓着就能够回到岸上。刚刚在海中间的时候，就是看到它开过来，但是它的速度也很刚好，不会说可能会撞到你会受伤之类的。然后趴到它上面之后，你会觉得蛮安心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游泳圈这样子，而且只要趴上去之后，它就会很舒服的把你送回岸边，不管是前进还是转弯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自己可能会翻船之类的。遥控救生圈续航力达到50分钟，救援行驶速度每秒3到5公尺，遥控距离可以到400公尺，最大承载量也达到160公斤。不论是垂直翻转、双向行驶都难不倒它，机动性相当好。遥控救生圈原本是两三年的科技啦，因为有关电子的续航力就是日益更新，然后现在续航力都蛮不错的，所以它可以达到50分钟。那我们全国的部分有沿海的地区，我想各县市也都有持续有是要添过这个设备。那我们基隆市因为沿海的地区那因为有些预算争取不易啊，那我们原本是要有规划要去编列预算来购置但是我们还是有去找有善心人士就捐赠，那刚好有接触到这个捐赠者刚好可以到今年刚好可以就是交货，然后验收之后，然后再就可以启用。救难结合科技，不仅能够省下人力，达到及时救援的最高效率，也能够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